在1932年8月17日的太平洋战场，美军海军陆战队准备对被日军占领的马金群岛展开一次猛烈的突袭行动，好给日军一点颜色看看。但身为侦察兵的列兵米勒却在行动之前和他的小队在马金环礁被日军逮捕，并被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拷打。日军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们想从美军的身上拷打出美军的情报，但陆战队兄弟们的嘴都很硬，至始至终一个字都没有招。后来日军军官觉得这样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就在米勒的面前用烟头狠狠地烫了一顿米勒的队友，最后让一个日军上等兵解决掉二人。米勒的队友由于不是主角，所以上来就被日军抹了脖子，但等日军想要抹米勒的脖子时，美军援军却及时赶到，罗巴克下士从后面一刀捅死了这个上等兵，而沙利文中士则用冲锋枪勒死了这个日军军官。等米勒被松绑之后，他就加入了小队，然后随手抄起一把加兰德，一顿咚咚咚再加一声叮之后，很快就歼灭了村庄的日军。但除了解救他们之外，另一个友军小队也被困岛上，于是小队又马不停蹄地往小岛的另一侧赶，前去营救另一队被围的友军。路上他们不仅惨遭日军制造的美军诱捕器的毒手，而且还差点被日军的藤道憨开班仔给冲死。不过好在美军的子弹随便打，他们不仅没被冲死，而且很快来到了另一个海滩，将被围的友军解救了出来。小队继续朝岛内深入，就会遇见一群专业的日本演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当美军开始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演员们立即引爆闪光照明弹，然后跳起来又把美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不过好在他们只是演员，战斗力不行，所以后来就被美军歼灭。这之后小队继续前进，就会来到日军的营地。小队就地取材，利用日军的卡车和油桶作为先锋，直接撞开了日军的营地，并很快冲进他们的仓库，在里面安装炸弹，接着拔腿就往撤离点撤离。但就在米勒快要登船的时候，一个日本剑客突然出现，一刀将米勒砍成了重伤。就在米勒要成为刀下亡魂的时候，沙利文中士突然出现，一枪崩了剑客，然后拖着米勒进入快艇，并将之前安装的炸弹引爆，顷刻间将日军的营地化成了灰烬。在这次行动的2年之后，米勒终于养好了刀伤，美军很快对佩里留岛的日军发动了攻击。小队先是乘坐登陆艇慢慢地朝海岸靠近，但走着走着登陆艇突然被珊瑚礁卡住，动弹不得。与此同时，日军也发现了他们的情况，并立即朝他们开火，不仅杀了他们的人，而且还想炸他们的船。后来登陆艇被日军火炮击中，小队剩余队员全部坠入水中。就在米勒快要被淹死的时候，沙利文中士再次及时出现，一把将米勒从海里给抓了出来，又帮米勒躲过了一劫。接着米勒就在沙利文中士的指示下呼叫火箭弹幕，直接把日军海岸的防御化成了灰烬。美军继续朝岛内深入，就会来到日军的战壕区域，在这里和日军的板仔大军激战之后，他们还会遭遇会爬树的日军和躲在草丛等着阴人的日军。最后等美军杀进日军的一个大碉堡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友军的坦克被日军的97式奇哈坦克欺负，于是米勒果断呼叫火箭弹幕，分分钟将日军的两辆97式坦克炸成了废铁。等事情告一段落后，米勒就和沙利文中士、罗巴克中士还有列兵鲍伦斯基一起来到后门休息。鲍伦斯基性格懒散，总是喜欢休息，所以他问沙利文中士什么时候能好好休息一下。沙利文中士说快了快了，但这时后门突然传来了队友的惨叫。沙利文中士见状赶忙上前查看，但不料被日军剑圣破门而入，一个突刺上去插倒了沙利文中士。罗巴克下士在干掉剑圣后赶忙上前查看沙利文中士的伤势，但沙利文中士由于被捅到了要害，所以没过多久就永远地离开了小队。在沙利文中士死后，罗巴克下士就被提拔成了中士，开始带领小队继续在佩里留岛和日军作战。这一天小队正打算穿越沼泽去包抄日军的碉堡，但在路上遇到了另一个小队正在调查一架坠毁的海盗战机，打算把驾驶员的尸体弄出来安葬。但没想到的是，狡猾的日军在飞行员的尸体上安装了鬼雷。当鬼雷被引爆之后，埋伏在附近的板仔冲锋队也立即朝小队袭来。好在小队几乎人手一把勃朗宁自动步枪，瞬间就用强大的火力扭转了局势。等小队离开沼泽之后，他们就摸进了日军的阵地，开始清理日军的碉堡。清理完碉堡后，小队又赶忙冲进机场，用巴祖卡击毁多辆日军坦克，并将日军的防空炮全部报废。但等小队以为任务已经完成之时，他们却突然得知日军的援军正朝这边袭来，打算夺回机场。于是小队又赶忙利用日军留下的阵地和武器和日军展开死扛，用机枪打人，用防空炮打坦克，很快将日军打爆，成功拿下了佩里留岛的机场。后来为了掩护美军坦克的前进，小队又被指派去日军的迫击炮阵地举办一场烧烤活动。只见米勒使用喷火器和堑壕枪绕着日军的战壕跑了几圈之后，他们就成功烤熟了日军的迫击炮阵地。等解决了日军的机场和迫击炮阵地之后，美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隐藏在山洞中的暗防大炮。之前美军在登陆佩里留岛时，就是这些暗防大炮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任务开始后，小队先是跟随装甲部队朝日军的阵地缓缓前进，但不料没过多久，他们就遭到了日军反坦克炮的袭击，导致小队赶忙跳下坦克和日军展开战斗。
由于这次米勒领到了一把 M1919 机枪，所以在火力输出这方面把日军拿捏得死死的。他们先是清理了日军的反坦克阵地，然后配合谢尔曼一起杀到了存放暗防炮的洞口，最后杀进洞中，清理完里面的日军，就替美军消除了暗防炮的威胁。没过多久，美军也就赢得了佩里流岛战役。这之后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45年，也就是冲绳岛战役的前夕。美军战役的主角会切换到一架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的一个名叫洛克的机枪手身上。洛克所在的飞机和另一架友军的飞机组成的小队，在巡逻的过程中发现了三艘日本商船，于是他们立即请示总部该怎么办。总部觉得这些船一定在暗中援助冲绳岛的日军，所以立即下令向商船发动攻击。然后洛克就在机舱里来回游走，操控点30.50还有20毫米的机关炮，对着日军的商船和快艇一顿乱射，没过多久就将商船全部沉入海底，间接地拯救了不少美军的性命。但这之后，小队又接到通知，说美军前往冲绳岛的舰队遭到了日军临时战机的攻击，损失惨重，希望小队立即前去支援。但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小队就遭到了临时战机的偷袭，另一架友军的飞机也不幸被日军击毁。但情况紧急，救人要紧，洛克所在的飞机立即单枪匹马地降落到美军舰队附近的水域。他们一边和日军的战机还有快艇进行战斗，一边营救落水的水手。最后小队弹尽粮绝，就在用命丧神风特工队之手时，美军的海盗战机及时赶到，将日军的临时击毁，因此洛克所在的飞机才得以成功起飞，完成了这次惊险的营救任务。这之后主角就会切换回米勒，战场也从太平洋切换到了日本的冲绳岛。刚到冲绳岛，小队就被埋伏在草丛里的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好歹有火焰喷射器在，他们才克制住了那些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却能把你杀死的日军。在解决完草丛的伏兵之后，美军就开始朝日军的碉堡发起进攻，不停地清理日军和不停地炸碉堡。等炸完日军的碉堡之后，小队就会通过一段洞穴，然后和装甲部队会合。但这里日军的迫击炮居然有反坦克的属性，并很快将美军领头的谢尔曼炸成了废铁。小队见状赶忙散开，然后冲进日军最后的碉堡，一顿近距离乱射之后，便成功清理了冲绳岛首里城外的日军。这之后没多久，美军就朝冲绳岛的日军指挥部首里城发动了进攻。任务一开始，美军的弹药补给已经明显跟不上战争消耗的速度，小队也只能从空降的物资中拾取武器弹药，简单的进行了战斗的准备。但小队刚拾取完弹药，他们就遭到了日军的伏击，不仅有板载冲锋队，而且还有蹲在树上的狙击手。解决完他们之后，日军又马上用迫击炮轰炸小队，好在小队赶忙躲进附近的战壕，才躲过了一劫。这时罗巴克中士就觉得日军打得这么准，这附近的洞穴肯定藏有日军的观测员，于是他就派米勒潜入洞穴，让他偷偷干掉日军的观测小队。等米勒出来之后，他们又遭到了日军的伏击，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从城外杀到了城内。但进入城内后，日军数量太多，于是小队就就地取材，用日军的迫击炮充当手雷，把日军炸的是尸横遍野。后来等小队进入城堡，来到一个广场后，会发现有几个日本兵想要投降。但当鲍罗斯基和巴洛克中士上前调查他们时，这些日本兵立即和二人扭打起来。这时米勒就会面临选择，你救罗巴克，鲍罗斯基就会死，你救鲍罗斯基，罗巴克就会死。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听天由命的话，最后鲍罗斯基会幸存下来，而巴洛克中士则会被日军的手雷炸死。在解决了炸降的日军之后，小队就会在广场和源源不断朝他们冲来的日军展开死扛。最后实在扛不住了，他们就打电话呼叫空袭，足足炸了两次，才将日军的指挥部炸成了废墟，赢得了冲绳岛战役的胜利。而在美军战役开始的同年，苏联战场则上演了另一段残酷的战争故事。在1942年9月17日的斯大林格勒，列兵迪米特里·彼得连科在斯大林格勒红场的喷泉里渐渐苏醒过来。他们的人刚刚被德军屠杀，周围尸横遍野，可能是迪米特里的命比较大，他只是陷入昏迷，却并未受到什么致命的伤害。但他旁边的队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已经断了气，有的则身受重伤。这时德军的补刀小队也来到了喷泉附近，开始给受伤的苏军补刀。可能是彼得连科看起来像个死人，所以补刀小队的人并没有给他补刀，而是直接忽视了他。等德军离开后，彼得连科就开始慢慢朝前方爬行，但爬着爬着，一个尸体突然开口和他说话。尸体说他叫维克多·雷泽诺夫，他想让彼得连科帮他干掉一个名叫海因里希·阿姆泽尔的德国将军，因为这个将军很坏，总是屠杀苏军，所以他们必须得干掉他。由于雷泽诺夫的手受了伤，所以他就将狙击版的莫辛纳杆托付给了彼得连科。接着二人就来到喷泉的一个隐蔽点，观察起了外面的德军。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海因里希出现在附近，并和其他德军一起进入了一栋建筑。这时雷泽诺夫就会说，现在还不能开枪，现在开枪的话暴露位置，他们必死无疑。但等德军轰炸机飞过头顶，引擎声震耳欲聋时，彼得连科就在雷泽诺夫的指示下挨个狙杀了附近的德军。但这之后德军的一个装甲侦察队正朝这边靠近，于是二人赶忙躲进了附近的一个酒馆。离开酒馆之后，雷泽诺夫就会告诉彼得连科说，海因里希每天都会到这附近巡视，因此他知道海因里希接下来会去哪里。
但等他们打算进入一个建筑去伏击海鹰领袭时，突然远处枪声响起，雷泽诺夫也差点被击中。接着二人赶忙躲进一旁的建筑，来到二楼。然后雷泽诺夫负责吸引火力，暴露德军狙击手的位置，彼得连科则抓准时机，一枪放倒了德军的狙击手。但二人刚下楼就遭遇了另一队德军的巡逻队，二人见状赶忙躲在了一个老爷钟的旁边。可就在这时，老爷钟突然响了起来，吸引了一个德军的注意，暴露了二人的位置。接着德军军犬也开始叫了起来，把其他德军都给引了过来。雷泽诺夫见状赶忙让彼得连科趴下，紧接着德军就开始朝屋内喷火，好在二人趴得够低才成功化险为夷。不过当他们快要离开建筑之时，一块燃烧的木板突然砸在了彼得连科的身上。雷泽诺夫见状一把甩开滚烫的木板，并带彼得连科跳出了建筑，成功逃离了火海。但当二人跳到外面之后，很快就被一个德军小队发现。就在二人要命丧德军喷火器之手时，一阵急促的枪声响起，瞬间将眼前的德军歼灭。随后俄军援军赶到，夸赞二人说他们居然能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另外援军还告诉二人说他们正要去袭击德军的通讯站，防止海因里希呼叫支援部队。得知此事后，雷泽诺夫就果断带着彼得连科加入援军，并来到高处为援军提供狙击掩护。等援军拿下德军的通讯站后，雷泽诺夫就带着彼得连科切换了狙击点。可当二人抵达绝佳的狙击点之后，德军的援军及时赶到，瞬间歼灭了占领通讯站的俄军。不过他们的牺牲并没有白费，海因里希没过多久就被激烈的战斗吸引出来，于是彼得连科把握时机一枪干掉了万恶的海因里希。然后二人在德军坦克炮轰他们之前赶忙跳进了伏尔加河，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这之后时间就到了1945年，战场也切换到了靠近柏林的泽劳佛高地。迪米特里在战斗的过程中不幸被德军俘虏，不过好在红军大部队及时赶到，迪米特里才被雷泽诺夫及时救下。另外他还认识了心地善良多愁善感的列兵切尔诺夫。雷泽诺夫让切尔诺夫杀俘，但切尔诺夫却对身受重伤的德军士兵抱有同情心，不仅不忍心朝他们开枪，而且还拿走了他们的日记。No point, Sergeant. They are already bleeding to death. Then maybe our friend will help them bleed faster. 等迪米特里获救之后，小队就和苏军大部队一起朝德军的防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迪米特里则担当起了反坦克手的角色，用德军的坦克杀手击毁了多辆德军的虎王坦克，最后成功攻入德军营地，将德军部队全部歼灭。事后苏军继续朝柏林方向推进，迪米特里也有幸驾驶一辆 T-34-85 型坦克和友军一起朝德军的装甲部队发起进攻，不仅消灭了很多德军的4号坦克、豹式坦克，甚至还有虎王坦克。最后苏军彻底清理了柏林外围的防线，然后坐上火车直接开进到了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刚一下火车，苏军先是一番地毯式卡秋莎轰炸，然后一个劲的往柏林冲锋。他们先是冲死了外围的德军，然后又杀了三个俘虏，接着一鼓作气冲进德军的精神病院，把脑子不正常的德军也清理干净，最后直接杀进柏林的城市干道，一边屠杀德军，一边用喇叭劝德军投降。攻入柏林之后，红军一直在忙着冲锋，不停地朝国会大厦推进。他们先是和德军在公寓楼里抢夺地盘，然后又杀到街道瓦解德军的据点，没过多久就杀到了德军的地铁入口。这时有三个德军想要投降，切尔诺夫暗示雷泽诺夫接受投降，别杀人了。但雷泽诺夫却让切尔诺夫看看周围愤怒的兄弟，暗示自己也无能为力。不过他也做出了让步，表示可以让俘虏选择快死和慢死的方式，还把决定权交给了迪米特里。毕竟人命关天，杀俘不是小事，也许这三个德军背后还有三个等着他们回家的妻儿老小呢。不过还没等迪米特里考虑好，旁边兄弟手里的莫洛托夫就堆到了德军的身上，也算是替迪米特里解决了一个难题。这时候火炮即将轰炸附近的区域，于是小队赶忙冲进地铁，顺便又屠杀了一群德军。最后德军实在扛不住了，于是就主动炸开水闸，瞬间将地铁站淹没。不过事后不知道是迪米特里命大，还是雷泽诺夫开挂，雷泽诺夫又跟没事的人一样，把迪米特里从地铁站给拽了出来。等他安顿好迪米特里后，他一看到切尔诺夫一脸 PTSD 的样子就来气，不仅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日记，而且还将插旗的重任交给了他，说他不愿为国杀敌，那就为国捐躯。接着小队就在政委那里增加了一下信仰，然后从左侧直接一路杀到了国会大厦的广场。当他们干到那里的4门88炮后，他们就一路杀到了国会大厦的门口。但切尔诺夫在过程中不幸被德军的火焰喷射器烧成重伤，事后不治身亡，为国捐躯。等苏军进入国会大厦后，就开始和德军的党卫军展开激战，一路从底层杀到了楼顶。这时雷泽诺夫为了奖励迪米特里的表现，于是就将插旗的荣誉交给了迪米特里。不过等迪米特里快要将旗帜插上国会大厦的楼顶之时，一个纳粹军官突然窜了出来，一枪打伤了迪米特里。雷泽诺夫见状，一个箭步飞了过去，操起杀猪刀就是一顿乱砍，分分钟了结了纳粹军官。最后迪米特里拖着受伤的身体慢慢地走到旗杆处，终于将苏军的旗帜插在了国会大厦的楼顶。
另外雷森诺夫还告诉他说，只要他还活着一天，这支军队的心脏将永不破碎。至此，神秘召唤五战争世界的故事便到此彻底结束。神秘召唤五战争世界，港台译作《决胜时刻五战争世界》，是由曾经开发过《神秘召唤三代》的92期制作组开发，美国动视在2018年11月11日发售的神秘召唤作品。本作不仅是92期首款发布在 PC 平台的作品，而且是首款没有英军出场的作品。另外，本作不仅开创了《神秘召唤》的第二个子系列《黑色行动》系列，而且也是第一次在游戏中加入了僵尸模式。当初刚接触到这款游戏的时候，只要你耐心的等待结尾的过场动画结束，你就会自动进入一张神秘的地图。在这里，你的敌人将会变成纳粹僵尸，你将守在一个破房子里，通过和僵尸战斗获取点数，然后通过点数购买强力的武器，或者在窗户上敲打木板，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除此之外，击杀僵尸有时还会掉落现实技能，比如说一击必杀啊、双倍点数啊，还有瞬间补买弹药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你还可以在神秘武器箱里用点数进行抽奖，运气好的话可以用很少的点数触到一把非常强力的武器，可以让你在前期直接体验把僵尸打爆的快感。另外，本作在 PS2 平台还发布了一个特殊的版本，也就是所谓的《神秘召唤5战争世界最终前线》。这个作品说白了更像是本作的一个测试版本，不仅画质不行， bug 也多，而且还没有字幕。在剧情上和原作最大的区别是删除了苏军战役，增加了英军战役，而且在冲绳岛之战时也没有那么残酷，巴洛克中士和鲍罗斯基两个人都能活下来。总的来说，本作算得上是当时整个神秘召唤系列中最真实残酷甚至有些黑暗的作品，这一点在重武器击中敌人时的效果还有队友说话的方式上都可以看得出。另外，本作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的黑暗，其中德语女声部分的歌词大意翻译过来居然是，好的，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那么本期节目便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